哦，这个车可以。啥号？叉叉 TT， 你是男朋友上号吗？什么？哦，我刚才听错了，我还以为你是男朋友上号呢。你是不是不能说话，李若欣？我能说话呀，刘星不能说话吗？李若欣，开麦，李若欣。李若欣，哎，这李若欣在干啥呀？李若欣啊，他李若欣在干啥呢？他在忙，在忙啊。我不是主播呀，我主播哪有这么帅的呀？哪有这么帅的主播呀？你看我的头像，我咋称呼你啊？叉叉 TT， 叉叉 TT 跟这个 APST 是一起的吧？你们两个都是 T 啊？嗯，你叫西西是吧？是的呀。李若曦打野啊，李若曦，你用安琪拉打野，你是过来坑人的。西西他坑人？他没有，他玩可好呢。他啥？你慢慢说，我听不懂。我说他玩的可好呢，我说普通话可标准。你那普通话，说实话，香蕉个麻辣的普通话一点都不标准。哎呦，你是情侣啊？你这是男朋友叫什么名字？涛涛。涛涛啊，涛涛是你亲爱的呀，西西。是的呀，你叫他亲爱的。亲爱的涛涛，小涛。来来来，谢谢你来跟着我，你不要管李若曦了，李若曦让他自生自灭。你在哪儿啊？你是哪一个？我是戴帽子那一个。戴帽子那一个？我没戴帽子，我是秃头的这个。兀子头？秃头？哪一个？秃头这个？不是，我在说你是裤头。秃头？秃？啊？你看我的头发没有的秃头？我这都有吧？这个？这个穿着蓝色裙子是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我穿裙子的，我他们叫我小蝉儿。这应该是个女的吧？为什么她会秃头呢？因为她是秃头小宝贝。嗯。你不要跟那个了，跟你去帮你男朋友吧，你男朋友下路被欺负了，你快来，西西。好，你在下面吗？有人。我在中路，我在罚站呢。我没找到你啊，可是。啊，李轩，野圈，你找啥？你找对面的呀。你快回来找我，你不要去对面找别人去了。我确实找不到你了。你也去找鬼呢？你不是，你走错了。这里，看到没？我在这里呢。你在中路还是在哪？我在中路，你中路别动了啊！你那里呵呵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出来啊！你等我一下。你第几天玩啊？西西，我这玩了很久，我这玩了。三四天玩了很久啊，你这说实话。嗯。来来来，跟着我，跟着我走路会走吧。来来来，跟着我走路。哎，对对，哎，走路，哎，聪明。啊，快走快走，上来。哎，我去，你居然会放大招，牛啊！我没蓝了，我是不是得回家了？对对对，来来，我把你放下来，你下来吧，下来回家。哎，回城。哎，聪明。哎。你在哪儿？你在上路？我在中路。这里，我这里连上。哎哎，聪明，找到了，真好。我里面说这个李梦溪还挺厉害的。嗯，他叫李若溪。李若溪多大了？今年？他不讲话，他。没事，他不讲话，咱讲话也是一样的。你还有大招不？你还有大招不？我现在没有了。你现在没有了，你死了当然没有了。太酷了，我虎杀了，牛逼，他夸你了。哇，你游戏夸我了。你经常看到他夸人还是第一次夸人呢？那经常夸人，经常夸人呢，那这就没有什么值得好说的了。你跟他，你把他放，你站远一点，你来跟着我。不懂游戏不说话，就咱俩说话的话，是不是感觉有点单调啊？是不是不欢迎我？他白天可能讲呢，他就是今天晚上有点不方便，今天。他今天不方便，那他今天晚上是有大事情要发生了，这是要。Nice。那你们打吧，西西，我走了，怎么说啊，西西？好，你去吧。啊，你不留我啊，西西？那你再玩一玩呀，就那什么张老三，我刚看了他的貂蝉。哎，西西，这个头像是你本人吗？西西，是的呀。哇，有点好看呐、啊，说实话。涛涛长什么样子啊？我看看涛涛配不配得上你啊？哦，涛涛也挺帅的，说实话。我把你们两个的头像都举报一下吧。说实话，郎才女貌，直接给你举报了。两个射箭图片没有问题吧？涛涛，西西。行。啊。行，帮你举报一下。我把涛涛和西西都举报一手。一个字，绝。